Even on the worst days, even on the best ones, I will fight for you. Even in the heartbreak, even when we win, I'll be loving you. 跑回家吃橘色的一天。哇，还有蛤蜊！哇，这一大锅也太壮观了吧！哇，这个虾，外带的雪场蟹。 喵！喵！喵！月子中心，护理师给我们做的建议呢，给宝宝玩的。阿福玩具吧。要了。就今天的早餐，熏鸡热压吐司。哦，都冒烟了。哎呀，你还去哪？哎呦，哎呦！ 那么厉害啊！我只这么有力啊！哭哭了，他爆发啦！这个就是刚刚给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的肉桂卷，然后点了一个原味的跟一个奶油，奶油在这里可以自己涂。他刚吃完的点心水果，他来做一个厉害的老婆。 还涂一个很完美的肉桂卷，好丑哦！我看怎么难吃，好失败哦！鬼，都给你的，三秒，太小气了！哎。 Love is red, oh,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他很会找镜头哎。对啊。哦，tracking，tracking，it's all tracking，right？我跟 K 订的派今天到了，有买两个大的给月子中心。这是 bacon cheese， 然后两个小的是自己我们家人一起吃。这个是牛番茄 cheese。 还有bacon cheese，谢谢K给我写的纸条。来开一个，开箱就只要买两盒，然后 K 就会送一盒给医护人员，有蜂蜜迷迭香、百香果、抹茶跟莓果白露露的口味。回月子中心再试吃咯。 我把这次带回来吃的口味是 rosemary 跟 honey， 虽然说 taste funny， 而且越是手工的冰淇淋，它就越快融化。嗯，然后刚刚在家里切了一点派带过来，超好吃的，哇，那看起来好漂亮哦，喜欢。嗯，取代晚餐的时候再吃。还有我的下午茶点心，水果。 优格，国王你好的饼干，国王你好，杏仁 chocolate， 小心来了。下一餐差不多是5点左右。嗯。好，那如果五点，提早崩溃。提早崩溃。因为我刚刚要帮他要送出来的时候，他就大哭，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包金我故意让他脚露出来。好啊，嗯，这个鹅超好笑的，晒衣架的，晒鹅，真的，鹅肝。给你，哎，你们好好笑哦。鹅有蝴蝶结。对，鹅有蝴蝶结。啊，不穿你的衣服哎。啊，宝贝，有人睡着了。
面包 yogurt。今天的晚餐是日式料理，我觉得比上次的寿司更厉害，配上烤鱼，这是寿喜烧诶，蒸蛋菜，还有味噌汤，这个就是我超级无敌可怕的中医特调。昨天看的中医他新帮我配的中药，因为我现在不太能吃油的，所以里面是完全没有肉。因为有时候晚餐我们两个一起吃有点不够，所以我们会点一些外卖。这是无糖豆浆，它叫什么浩克健身什么的，这是一个三明治套餐，这个泰式的卡拉鸡腿，它很多健身的人会去吃，超好吃，上超喜欢的。它的套餐就是有鸡块，还有我最喜欢的薯饼，哇，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喜欢先吃再吃，对对对。然后现在是要边喝边睡，然后一定要先哄睡再吃。哦、oh ，对，但是也要一段时间，也要一段时间哈。他的表情很可怜哎，超可爱的，都有泪珠，还那么可爱啊、喔，可爱到妈妈都舍不得去吃冰淇淋了哎。非常神奇的抱婴儿睡觉方法，重点是这位婴儿还睡得很好哦，还扶着人吗？握紧拳头哎、欸！你要打谁啊？哦，醒了是不是？嗯，哎，睡着了是不是？哎，哎，哎，他吃饭了。Do you want to wake up to eat? Wake up to eat. Eat. Hello. At last we become no longer two souls, but one. No longer two souls, but one.小仙 ，Mira， 哦，哭哭了，哎呦，哦、我录到了，他是我催配的，对，好开心哦，爸爸会记仇哦，Hey， can you look at me please？ Hey， come on， Yo， Yo， Hey， do you know who I am？ Hey， Hello。Okay, fine. I go eat dirt. I eat dirt. 看他了。What's up, yo? 有，他现在会看了哎。Hey. 有哎。Hey, how's it going? 先休息。我们两个很爱吃肉松，这样不健康的东西，因为他们东西都很健康。五十天了，看到爸爸了。小仙是谁啊？看到爸爸了。每次看到摄影机也看到爸爸。嗯，爸爸。对啊。嗯，宝贝。可能要麻烦你把嘴嘴。那我可以跟你要奶嘴吗？可以吗，宝贝？我们要喝奶奶了，好吗？啊，好乖耶，好棒哦。我们在 Mira 她有点厌奶之后，我们第一次喂奶。跟宝宝一点信心嘛，哦，他们一个小时，我们可不可以再半个小时结束？哈、啊，好可爱呀！小杰，你在干哪里、啊？小杰，你最可爱，对不对？很顺利的，很平静的在喝奶中，
还在看我的镜头哎。护理师说他不像一开始喝的这么快这么好，然后说我们回家之前要自己喂喂看，然后有心理准备这样子。那有问题可以给他们求救。一样的小脚丫有没有？罗欧，奶奶，谢谢，谢谢，嗯，好。有爸爸在，不是可以喝个白木耳，吃个优格，还有水果。今天就有点饿。他整个头超软的，对不对 ？Hello， 宝贝，拍嗝啦。超扯的好不好？ Time goes by, it's just a measurement refined. 午安，今天有体力把房间整理了一下。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现在人员分流，然后房间改成两天打扫一次，所以现在有体力就自己整理了一下。嗯，很干净。现在上在做 color grading。嗨嗨，这几天吧都暗暗阴阴的，今天难得有一点点光，云层还是很厚。来看看它这边的 view， 真的是很好，会觉得整个很开阔。而且我觉得喜欢他们的是，他们有超多抽屉的，这边就放我一些隐形眼镜，然后电器用品充电器。之前我在床头放卫生纸，他们就很贴心，在这边摆了一个新的。然后他还有一个隐藏的柜子，我把它放里面的东西全都拿出来了，可能他不喜欢这柜子吧。我放的东西忘在里面，放在，因为太隐形了，对不对？我这边还有两个大柜子，就放一些摄影器材的东西。不过我放刚刚那柜子是因为我要弯腰，很难很难弯啦。你看这是Sean的镜头哦，来大家看一下哦，他的镜头，他的宝贝都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抽屉设计真的不错，一直到Glamour Room 这里，它这边有一个柜的抽屉，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放我的营养品跟药，有点乱。这边就是放一些吃的啊，补充品。它的中药柜，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中药柜有多壮观，哇，超厉害的，有没有？带来这么多，它的收纳空间很多。And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on to more than I can be. 好热的，喂。麦克风就开，好了。用到你是？没了。你在 tummy time 吗？你是在 tummy time？ 是不是小仙最可爱？是吗？是不是你最可爱？是吗？是不是你最可爱？尴尬的微笑。嗯嗯嗯，爸爸，爸爸。哎，跟爸爸装可爱哦。今天的水果，我刚刚在拍照，觉得这拍起来很好看。然后还有优格，这个是什么 ？Cheese roll， 这给Sean吃好了。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等一下来吃吃看。这旁边是坚果，
然后番茄、苹果、火龙果。我把点心拿过来吃，因为刚刚在做影片，这是母亲节的，超 delay 的。现在六月了，然后这是我退奶茶，现在我退奶已经到一天挤两次，大概30cc 左右，还蛮顺利的。加上领养品还没吃，还有我的妈妈手手套，因为最近又有点严重了，现在我起床是最严重最痛的时候，所以我就会拿出来戴。还有儿童手册，因为 Mira 要打预防针，我刚才帮他预约。还有上的中医的书 Everywhere， 超多书的哦。对，还有刚刚也在冰敷，这样让退奶可以更顺利。还有无敌多的硬碟，还有我们的你捂住鼻子啦。欸，醒了是不是？有没有醒了？醒了吗 ？Hello。Always in my head. I thought time would grow. 妈咪午安，会乖乖的，然后会乖乖长大的。看看长大的天。Here comes the moon.